2018富邦人寿勇士系际冠军杯，桃竹苗区霸主于今日出炉，由联合大学机械工程系再次拿下全国赛门票。四强赛由上届冠军联合机械对战中原气管，联合下半场将比分拉开，中场便以74-57拿下胜利，再闯分区冠军赛。另一场赛事更是难分难舍，原志公馆出战清华材料，两队一路苦战至延长加赛，延长赛中清华连续发生抽筋状况，原志把握机会，中场便以67-61挺进冠军赛。以两战的联合原志谁也不让谁，冠军赛僵持不下，第三节结束仍战成平手。原志主力叶少康不幸在第四节午饭毕业，联合便以10分之差拿下分区冠军2连霸。我觉得是防守，然后有沟通，知道他们怎么跑位这样，然后之后后面都有守到，那他们可能后面也急了，那我们就直接顺势拉开。光是场地还有待遇上就差非常多，因为大级杯首先要缴报名费，现在报名费一场都4-5千，然后这个而且还要打室外，而且都4-5月，就是天气很热。对，然后我们这里面就是有空调啊，场地又好，我们打起来可以比较放开这样。上届八强战，联合机械与北科电机激战至延长赛，联合最终以1分落败。今年卷土重来，联合也誓言复仇。有，因为我们上次能够轮换的人太少了，因为主要就是练球时间啊。然后我们这次会练球会多一点，然后让能够上场的人能够更多，然后分担大家的体力。当然就是我们去年第一场打到延长赛11分，然后对手闯进冠军赛，所以当然我们目标还是第一名，就是要拿冠军。去年我们有包一台游览车上去帮我们加油，那就是让我们帮我们加油的球迷失望，可是今年我不会让你们失望。北科，你就抽到我们吧，我们就让你们八强止步。其中已出炉的七支队伍中，有5支队伍皆为上届八强好手。最后一张门票鹿死谁手，将于下周末与东南科大开打决战新北区冠军。SSU 特派员苏勋杰新竹报道。